桃園市環保區邀請對澎湖來嘅海漂聲音室台水，以桃園市環保區來做別嘅海飛創作，希望講大鵬阿爺本來貧窮嘅民眾，除咗講看得到漸漸嘅藝術品以外，咪向下來關心海洋環境嘅問題。沙滩净滩啊，像这个就是渔网上的绳。用海水抹溶解五秒速打水桥，速干水片了掉。都别行创作突然大大山嘅山景，突然感染电梯嘅异象，老腿表受骨髋关节扭条掉，了掉本身为富人太海嘅垃圾，一下变做了艺术品嘅一部分。想要把海贝变得很漂亮，让大家就是不要一刚开始就觉得环境的议题很重，他可以先喜欢它，然后去深究为什么海里有这样的垃圾，我们要怎么样做可以让海里面这样的东西越来越少。透过公婆们回忆时的表现，差不多都是拍摄天天两百土壤是环保局特别邀请艺术家落去，用大海废弃物来做题材，创作出动态不改表吧，来到盘公世界环境就会很下降，很希望来盘公的民众来关心海水环境的问题。那台湾是一个四面环海的一个国家，所以其实海洋对我们来讲真的很重要。那我们希望有借由这些海废的一个创作，可以就是大家能够唤起大家的一个环保的意识。土壤是环保局讲，希望了摆邀请艺术家针对大海废弃物来创作，用艺术的形式来讨论人与海洋废弃物的关系，还打帮老基变作艺术品，其中就有了全新的生命。下个新闻，罗文塔土壤报道。